衬衫都知道 SML 都可以驾驭，尤其是海外粉丝特别喜欢这种就是可以遮阳遮凉的衬衫，然后又有点小花，又不会到太花，因为我们家都是做这种一株一株的，它不会到满版花来的这么样的花俏。最特别的就是它的颜色，倒不是领子哦，领子也是特别之处，就是呢它不是做那种就是正常的衬衫领，它做这种小亨利领之外呢，这个颜色配的超漂亮的，它是做这种小橘色，而且它底色是有点米灰色的感觉，穿起来整个超级凉下，它本身扣好这个领子就很抢戏了，有没有？小 V 领又看得到你的项链，然后拉长脖型，然后我自己也会这样搭。我觉得除了有时候我不想穿牛仔裤啊，我想穿另外一种风格，这样配一个包包出门，颜色上也非常的协调。还是有部分的粉丝家里有黑裤，或是你是买黑的，我觉得也 OK 哦。那再来，当然啦，妞儿最爱，我自己最爱，私心最爱就是绑带的方式哦。而且啊，夹口上啊，舒适度啊，大家应该有买过我们家的这种薄衬衫，都知道摸起来怎么样这么细，怎么样这么绵密哦。有买到就知道。外加这一件啊，我觉得有给它一个加分的亮点，就是它的袖长我很喜欢之外，它的袖口的宽度我也很喜欢。在夏天如果真的很炎热，想遮阳穿长袖出门的时候，它不会太难拉，有些一定要去开扣子哦。我觉得它的这整个就是做的非常的到位，包括袖长我也都非常的满意。好，所以这件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件花衬衫，推荐给